这一次的这个所有的经费啊，真的是请全力的为这个黄金岁月啊投注了很多。那因为其实像我们在拍这部戏的时候，其实像美凤姐，我就觉得说她真的非常敬业，因为这种爆破老实讲，我都觉得有一点难应付，实在没有办法带那个带那个什么。我有带，因为我很怕蹦那个声音。哎呀，那个声音真的好大声哦！我想说应该是不会怎么样，但是蹦完之后发现我好像快失聪了，刚才听不。再来，因为爆破嘛，所以呢必须要一些专业的人来布置，最重要的是安全措施要做好，所以那个水车都来了。我觉得美凤姐体力好，因为很多戏她都必须要半蹲着甚至半跪着、他说他居然都不会不舒服。哎，你是真的平常有做瑜伽的关系？有一点点，所以有时候告诉自己要练一下腿力。我之前跟美凤姐一直拍游览车追逐的戏，然后那个制作单位说啊，洪哥你这两天你会腰酸背痛吗？我说我到现在还在腰酸背痛。他们一走过去，是谁在贴腰靠？是我，贴了四天还在贴。非常的重头戏就是有枪战，有打斗，有爱情，真的太精彩了。很久没拍这种武打戏了、其实体力上还好了，基本上平常都在运动。我是担心洪都拉斯啊，他平常太少运动了，从早上打到下午 OK， 只是有一点肌肉酸痛，我觉得还好，很漂亮。我们一次 OK， 就是我飞扑要救人，这样子飞扑的，像这种洪都拉斯是不可能做得到，一身肥肉他怎么？各位来了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演戏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专业的演员。对，他有多不专业？导演说：“丁哥录影了，真的吗？”还会有假的，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然后我跟他讲说，他就是大我一岁，他硬要说他小我一岁，实际上他真的小我一岁。烦了这个人，很好的朋友，认识他三十几年，第一次合作，我不晓得他这么爆笑。他平常都很严肃的，其实他都是装的，他心里面跟小孩子一样。但他有说你体力要加强。体力很差、非常差，动手都是我，我打戏都是我，他是动两下去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打的比较多吗？因为他是钱领的比较多。